煞官。这件事情发生在90年，那时我刚结婚不久，丈夫在林场工作，我也就跟着他一块儿去了林场生活。那一次是丈夫家的一个亲戚去世了，按当地的习俗，亲戚朋友都得去煞官。所谓的煞官是当地的一种习俗，就是盖棺之前见死者最后一面。说实话，我并不想去，去世的是丈夫的远房亲戚，说起来我也就见过那么一面，也不熟，谈不上有什么感情。丈夫说两个村挨着住，不过去看看会被挑理，没办法，我也只能跟着丈夫去走个过场。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了，全都排着队，一个一个的从棺材旁边走过去看上一眼。我也跟着站在了队伍里，在我身前身后的那些认不全的亲戚们看上去都很伤心，有的抹着眼泪，有的甚至做作的放声大哭。因为我和死者并不熟，自然也就伤心不起来。但是当我走过棺材旁往里看的时候，还是有所触动。因为死于绝症，躺在棺材里的亲戚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，再加上死了两三天了，脸上罩着一层灰色，胆子一向很大的我也多少有些害怕。而且那是9月份，棺材里还散发出一种让人作呕的气味。煞过棺后，丈夫留下来帮忙，我也没在那儿吃饭，说不舒服就一个人往家走。两个村子离得也不远，虽然天有点黑，但我也不觉得害怕。可是很奇怪，当我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，莫名的感觉后脖梗子冒凉气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袭上身来。可我回头查看，路上却什么都没有。那一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一向胆大的我就是觉得很害怕，身后像是有什么跟着我，而且感觉很累。等我硬撑着走到家的时候，身体几乎都虚脱了。回到家我就病倒了，发着高烧且说着胡话。丈夫赶回来到村卫生所找了大夫，大夫给我检查以后竟然跟我丈夫说我不是正常的发烧生病，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，也就是中邪了。丈夫听大夫这么一说，就去请了一个叫二姑的人回来。二姑进了屋，一看到我脸色就变了。哎呀，你婆娘身上招上东西了，而且还是两个，就压在她身上。丈夫听了吓了一跳，可往我身上看却什么也看不到。二姑说我身上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刚去世的亲戚，另一个是前些日子车祸死在路口的一个村里人。二姑说一定是我先招惹了那个亲戚找上了我，那个出车祸的趁虚趴到了我身上。我丈夫跟二姑讨了一个方法，到了晚上，丈夫按照二姑教的，拿着一捆黄纸从我头上一直扫到脚下，又在我身上拍了一遍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，这些钱你们拿去花，不要再缠着他了。丈夫把那些纸带到了十字路口烧了。丈夫做完这些，我高烧就退了，人也清醒了过来。我虽然人清醒了，可还是感觉浑身乏力，
我丈夫只得又去把二姑请过来。二姑，您再给看看呗。不应该呀，怎么能送不走呢？二姑也纳闷，一般来说纸也烧了，话也说到了，就该把鬼送走了呀。等二姑进屋往我身上一看就火了，对着我的背后就破口大骂，你怎么还赖着不走？吓得我赶紧往身后看，可是却什么也没有。二姑说那个车祸死的没有送走，就趴在我的背上。二姑指着我的后背跺着脚咒骂道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去把你家尿桶拿过来。二姑一手提着尿桶，一手抓着一把黄纸，讲起了条件。是你拿钱自己走，还是我送你走，你自己选。还不走，那你就别走了。我和丈夫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听得出来二姑和那个鬼没讲好。二姑举着尿桶就要往我背上扣，就在这时候我感觉身体突然一轻，二姑也放下了手里的尿桶，把黄纸递给了丈夫，让他到路口去烧了。事后二姑问我，你那亲戚煞关的时候你是不是没哭啊？我跟他不熟，所以哭不出来。唉，死者为大，哭不出来也得挤几滴眼泪出来呀，要不然他们会挑理难为你的。原来是那亲戚挑了我的理才会找上我，也让那个出车祸的赖上我了。二姑让我以后注意点儿。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煞过关。